兄弟们，今天来教你们怎么获得一个越来越漂亮的女朋友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大胆的给她买新衣服，买她平时没有尝试过的颜色，让她跳出常规。对，新衣服，绿色的。这个夏天换一种风格，你平时很少试这种鲜艳的颜色，试试。第二步，猛猛夸，但不能只夸好看，要夸具体好看在哪。怎么样？好看啊，这裙子很青春哎，很显瘦啊，真的。真的吗？清楚的全动。嗯。水嘟嘟的很可爱，还头剪了刘海。咱就是说啊，有时候呢不能光靠嘴巴说说，也得有实际行动。有些地方呢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，就比如鼻子上的黑头。宝贝，给你准备了这个鼻贴，咱们精致呢就要精致到各个细节。鼻贴你都知道？那当然，这个利普丝带鼻贴呢，它可以温和的敷住黑头，不用撕拉的，不会让你毛孔变大的，也不痛。你试一下。试试。好脏啊，真的。那你现在不就鼻子干净了？感觉真的变干净了耶，有没有？真的、啊，你这样哪怕是素颜也很扛打的。最后一步，衬托它，把自己打扮的帅一点，站在公主隔壁，显得她更漂亮了。你就说是不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？对呀。兄弟们，学会了吗？